喂，急什么东西？我要做开场啊，不要急我，因为我也是三角龙，所以说这样子，哎呦，我是母的，是不是？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方舟方块世界，我是老头 Oldman， 欢迎欢迎欢迎回来我的世界。那今天呢，要开始之前呢，也希望各位动动你的手指啊，在一个右下角个喜欢，左下角个订阅，或者下方留言，或者把影片分享出去，感谢各位。那么呢，我们今天要去抓飞马，那在抓飞马之前，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啊，比如说房子内的增设啊，或者是说一些改名啊，对不对？你看，又到了改名的时间了，各位是不是非常的期待？今天又有谁要被改名了呢？其实呢，老头好像有漏掉了一些其他的恐龙改名，是不是？牛龙改过了嘛，熊改过了嘛，幽灵狼有没有改过？幽灵狼没有改过，蜘蛛改过了，帝王蟹好像也没改过，我们好像漏掉了帝王蟹跟幽灵狼哦，如果你们觉得这两只要改个名字啊，也欢迎在下方留言。不过我必须先跟各位讲一下。今天这一集录影的之后的下一集的下一集的下一集啊，应该都会是预录影片。什么叫做预录影片呢？我来解释给大家听。预录影片就是一天录个两三部，两三部。就好比简单讲好了，今天我做了作业啊，老师出了一个礼拜的作业给你，你在一天之内一个礼拜的作业全部都做完了，大概是这个意思。因为呢，4月20号战神新系列要开了，老头想要冲首发，而且老头也会开个直播啊，大概是4月20号晚上12点整过后就开放游戏了，所以说那一天我会直接凌晨台开到早上啊，如果大家的肝啊跟我的肝啊是一样的啊，可以承受这个半夜不睡觉啊，然后玩到早上，你们可以来参与一下，好不好 ？OK， 那么废话不多说，我们今天这一集先改个名字。那另外那两只帝王蟹跟那个幽灵狼呢，你们可以到时候后面再留个言。但是呢，下一集应该是不会直接做改名的动作，因为下一集就是预录影片了，就这么的简单。好的，我想一下啊，就你们这两只啦，来把你们放出来。好，我有看到很多人留言，有些人留言其实还蛮好笑的，而且 有一个留言是我非常非常有兴趣的，好不好？我就先把他们两个拉过来，因为这实在太好笑了。好，有时候真的啦，老头会喜欢做影片的原因，其实有一个部分也是因为观众们的反应啊，有些观众们的反应真的太有趣了，幽默感十足啊！你们要不要来尝试来当一下 YouTube 啊？比我还幽默，你知道吗？好不好？好了，我们进行改名了。等我改完，我再告诉你为什么我会取这个样子。两斤堪吉哦，马里艾哦，这两只一公一母，两斤堪吉与马里艾。那时候我看到的留言，真是快笑死了。而且你知道为什么我会笑吗？我会笑原因，你们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《乌龙派出所》？好的，那么接下来呢，我把我们全部放进去啊，然后抓取猿人，抓取猿人，抓取，好，全部都带进来了啊！两斤堪吉与马里艾，好了，在方舟方块世界，好好的晒恩爱吧啊！我们就不打扰你了，好不好？好的，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取完名字了，好，我们开始要来玩一样东西了。这样东西呢，我看到观众留言说，老头，你可以试试看狼人药水，就这个可以变成狼人。我记得我们在前几期的时候，其实已经有看到了，只是我没有特意的去留意。但是呢，有人留言说，老头，你去玩一下这个狼人药剂哦，会非常的有趣。我说真的吗？所以说，老头呢就稍微去弄了一下这个狼人之血，以及这个黑魔藤。这个都在黑暗森林那个地方是打得到的啦，黑魔藤就一个黑色的藤蔓里面甩来甩去，就敲它就对了，然后获得了之后，狼人之血不用讲嘛，你也知道嘛，是为什么叫狼人的血，从哪里获得，这你应该就懂了，好不好？然后呢，它需要三个狼人之血，五个黑魔藤，三个初级魔法核心就可以制作了，应该蛮屌的。应该会跟一般的那个野外的狼人长得差不多吧，然后战斗力、攻击力应该都会大增，可是会不会无差别攻击我就不清楚了，所以说我站远一点，以防万一，防范我们自己不要去伤及自己的人，伤及无辜就不好了，你损失惨重呢。呵，狼人药水，我决定要站在这个地方，呵，
哇哇，那个动作好帅哦！哇，攻击300，我靠，左键右键，哇，怎么右键伤害那么低？右键哦，右键是二连爪，哇，左键300啊！我的血量，我看不到我的样子了，940，负重1000，伤害100，不能点哎、欸！而且这个好像不会计算到你的，哎、欸，不会，你看右边经验值条跟其他的什么耐力条，哎、欸，耐力条还在。经验值条跟那个什么负重，哎、欸，负重有，还有什么啊？反正都不见了。对啊，消失了。哎、欸，怎么突然拉屎？吓我一跳，狼人拉屎了。哎、欸，我可以变这个狼人去打遗迹啊？会不会更垃圾一点啊？哎、欸，不行哦，我觉得这有风险。你知道为什么变狼人去打遗迹有风险吗？因为我不能使用我的道具栏啊。我现在这个状态就是完全一个狼人暴走的状态啊。然后呢？完全无法使用我们的道具，不能喝水，不能用魔法杖，然后这样子要傻傻等的等个5分钟，等个5分钟，重点还没经验值。狼人这两个字呢，我们就会联想到说，迅速如雷的攻击，动作敏捷啊，他的确是敏捷，但是他空中不能做任何挥舞的动作，失败，可惜了，可惜了，可惜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还要再等150秒、158秒，我才可以变回人类。好啦，现在倒数剩下25秒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变回来会有什么动作。啊，如果是单纯只是噗一声就变回人类了，那其实啊还蛮偷懒的，至少要做一个变回来的动作啊，就像刚开始变身那样子，有没有一个怒吼之类的，然后就变成狼人啊？看一下他这个时间倒数结束之后有没有变成怎样？剩下5秒、4秒、3秒。2秒，1秒，哦有有，怒吼了一下就变回来了。好啦，最起码还要做个动作，而不是突然就不知啊，然后就变回来了。哇，其实这狼人钥匙还蛮好玩的、欸，各位如果有兴趣啊，可以去玩一下。好，我们就把我们的狼人钥匙把它放回我们的储物箱。顺便跟各位讲，我已经69等了，各位知道之后我要做什么了吧？好吗？我们快要60，我们快要70了啊！不要再催我要去抓什么鬼东西了啊！就没有70级啊，是要抓什么啊？老头呢，其实想要替我们这个田地啊，稍微增设一下设施，可是呢，该怎么说？各位也看见这个玻璃了，有没有很多这种挡板间隔？我觉得并不是非常的好看啊，非常的不美观。有点可惜啊，所以说到后面老头呢，等钢化玻璃出现了之后再来盖看看好了，因为老头本来预计是说这里要盖一个浑成天然的一个玻璃室，然后大概上面再弄一个屋子这样子，但是呢这个间隔让我看了其实非常的不爽，所以说这一次呢我就不先给他盖一个建筑了，不把它往上盖了，我们直接盖一个围栏好了。OK， 看起来有点简陋、好啦，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在干嘛。I'm sorry 啊，反正呢，就至少看起来有点样子了。不过这是暂时的啦，先跟各位报告一下，这是暂时的。之后呢，我会再把这个东西往上盖。然后关于田地会消失的这件事情呢，很多观众看了都说这应该是 bug， 我也这么认为是 bug 哎、欸，因为呢，明明就施肥了，但是我们离开的时候回来它就不见了。好，终于完事了。接下来我们要去抓我们的飞马流星犬。好、哦，没有啦，抓我们的飞马。我稍微来看一下、哦，飞马它是位于在这个黄金之地，黄金秘境。然后呢，它的主要的食物来源是魔法果酱。其实魔法果酱够多了吧？强制捕食，而且重点是它不用氨。我魔法果酱多少？49，感觉好像有点不太够哎、欸。好啦，各位观众们，我们找到我们的飞马大大了啊！这只飞马大大等级只有2，而且是母的啊！这个意味着哦，这边有一只越来越多了哦，雌性。呵呵，为什么才刚讲每个转角都生一只？12等呢，我们就抓等级比较低的好不好？就是你了。
好吧，那这只等级三也是可以的。来来来，别走啊，这个小淘气。哎，魔法剑石。不加入手了，原来这么的简单，嗯，轻轻松松。好了，不要再给我按右键了。这时候呢，把我们的这个果实丢进去，哦，血950，啊，我们的飞马大哥，你干嘛？你是要来敲我是不是？我告诉你哈，我可是很凶残的啊！等一下看到你同类被捕捉了，想要打抱不平吗？啊，我觉得这个要设被动，不然会死很惨。然后呢，把它变成石像鬼，变。我说变石像鬼，你给我变回来，变成石像鬼，变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弄一下围墙。有跟没有一样，靠背我在干嘛？轻轻松松，他们都可以过来弄我。幽灵龙该是不会主，不是精灵龙该是不会主动攻击。好吧，我们就稍待片刻，等他驯服成功吧。好了，回来啦，我们来试试看哦。可我觉得身上，我的身上应该蛮重的。他身上450负重，我骑得上去吗？答案是可以的。实际上的飞行速度快不快不晓得，是因为我负重的关系吗？我们把腐肉丢一丢好了。啊，然后还有什么皮也丢一丢。哎呀，这初级魔法丢了太重了。飞看看。其实我觉得它的移动速度也不会太慢啦，跟石像鬼比的话，大概输石像鬼一点点而已吧。右键是什么？哦，右键感觉像是魔法的样子哦，用脚去攻击，18D， 嘿嘿嘿，你用脚攻击，然后18D， 你给我开玩笑啊？还是说他的脚可以装魔法？我们看一下啊，不能装啊，装下去用抓落雷之术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你看这个，看这里面的脚不见了、欸，哎。为什么会这样子啊？对啊，啊你不能装魔法啊你到底是有什么用处啊？我说 ，C 键没功能，右键你不能施展你的魔法啊！哎、欸，这只其实也是装逼用的，我觉得。我是希望他将来可以施展，就是说配置魔法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他的右键用脚去往前撸，有没有？感觉就是像施法般的那种感觉啊！好不好？配上一下我们这边的这个什么雷魔石精华，哦，脱衣到我们这边的包包试试看好了，不管了。哦，没有，异想天开。好啦，那今天影片差不多先到这里结束了哦，然后也快要到70集了。70集之后，你们都知道我要干嘛了吧？对不对？就这么简单，好吧？如果喜欢影片呢，记得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喜欢，欢迎下方留言。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集方舟方块直接再见了，拜拜。